彩券行门口鞭炮声响起，民众开心聚集在门口，有人忙拍照，有人来凑热闹，沾沾喜气。这间位于高雄的彩券行开出威力彩头奖，很开心啊！因为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对面拜拜的人蛮多的，那他们可能拜完财神爷啊，就过来顺便这边帮我们买一张彩券。三四天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有一只蝴蝶，它不是，我看到它的时候，它是在墙壁上。业者表示，前阵子才看到蝴蝶，六日就开出了大奖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跟他生日同一天，因为客人太多，各个年龄层都有，所以并不知道是谁中走了，但是很为客人开心。这次头奖开出了2注，另一注则是奖落台南，真的很开心，终于开出头奖了。那有知道是哪一个幸运儿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就好了。台南这间彩券行门口也放起了鞭炮来庆祝。业者表示，前阵子刚好店里来了一只虎斑招财猫，或许是猫来富带来的好运。记者台南高雄综合报道。我是哈允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允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